看到的是周润发的九龙塘豪宅。这栋豪宅是发哥在1990年花了1470万港币买的，目前价值是3亿左右。铁丝网密布，戒备森严。香港巨星周润发的山下豪宅成为中国旅客最新打卡景点。周润发住在香港知名的富人区九龙塘，邻居包含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龙，还有演员向华强。周润发也经常上街，亲民的逛传统市场。喂，对。行街呀。另外，天王刘德华在2009年斥资约2亿台币买的加多利山豪宅也成为打卡的热门景点，甚至有房仲卖附近的房子就打着和天王做邻居的旗号。现在港星的豪宅成了打卡景点后，房价恐怕继续水涨船高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